绝美的桂花教程来了，好学又好看，姐妹们快快和我一起学起来吧。扭扭棒折一小段，再对折两根花蕊粘上去。粘好是这样的，用食指推出四片小花瓣，每折一半在下面绕一下固定。这不看不明白的姐妹可以参考之前发的这两个教程，制作方法基本一样。推完最后一半，把多余的扭扭棒跟尾部的扭一起，再把花瓣推起来，形成桂花花瓣的弧度，最后用花艺胶带包裹尾部，一朵桂花就完成了。需要做20朵。接下来做叶子，两根绿色扭棒，一根对折一次，一根对折两次，给它们扣一起，头尾扭紧固定，再用拇指顺出弧度就完成了。需要整6片桂花，5朵为一簇，用花艺胶带固定，再加上叶子，一片两片都可以，包裹至尾部。做好是这样的，需要4簇，准备好就能组装了。用花艺胶带直接固定在花杆上，一次把4簇和剩下的叶子都加上，包完整根花杆，一朵绝美的桂花就完成了。喊你好姐妹来给你做一朵浪漫又好看的桂花吧。